赵兄不过是一番醉话，何须刀剑相向啊？此事传出去，有损大冢宰的威名。是醉话，还是不打自招？很快便能知晓。 父亲，小人萧佐。 参见大冢宰，萧佐，你告发赵贵密谋造反，企图杀害朝廷重臣，可有证据？密谋杀害大冢宰的证据在此。此乃太傅写给边关守将杜虎威，命他寻找刺客，趁下月大冢宰巡防之时。 刺杀大冢宰的亲笔信，太夫让小人送去，小人不敢谋逆，故而向赵先生密报。人证物证俱在，这书信上的笔迹有可能是假造，人也可能是在做伪证。我现在就带赵兄入宫，请天王彻查此事。怎么，大司马，你这是想进宫找你那个天王女婿和你那个王后女儿救你的命不成？ 王后仁得兼备，父亲却狼子野心。哼哼哼，要不是大司马让我打消杀你的念头，你现在早就不会活在这儿了。哼，好，你们都听见了，赵贵他亲口承认要谋害，来人，将叛贼拿下。啊，嗯。
我看差不多了吧。金妹、杨坚，你们二人难分伯仲，就此停止比试吧。魏国公府所有人全部给我带走。是。住手！这是魏国公府，谁给我乱拦？大冢宰有令，将魏国公府上下所有人等捉拿羁押，违令者杀。王后。魏国公府上下，也包括我吗？我担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怕是会无好会，宴无好宴。杨坚，带着伽罗赶紧从后门走。玉母，有我在，多个帮手。母亲，我不走。听话，有王后在，我们不会有事的。你们去打探一下消息，到底发生了何事。还有你的父亲现在如何？记住了，母亲，去，走吧，啊，走。哎呀，快点！魏国公独孤信谋杀重臣，意图造反，其罪当诛。臣也是奉命行事，还请王后回避吧。奉谁的命？是大司寇的行令，还是天王的圣旨？圣旨呢？奉大冢宰之命。哼，大冢宰也管我朝律例了？你胆大妄为，竟敢带兵威吓本宫！本宫这就去找大冢宰问个清楚。你等不许动他们分毫。把他们给我抓起来。是。谁敢？除了王后，怎么连大冢宰你们都不放在眼里是吗？活够了！母亲，来，走。将这府里所有的人全部给我带走。哎，要去哪儿？我不能丢下我家人不管。你去了也救不了他们，我们出去以后再另想办法。你别管我。哎，若要到屠库伽罗，小心人头不保。搜，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是。住手！原来是大冢宰的公子，不知公子今日带重兵闯入我府，是为何故啊？独孤信和赵贵合谋暗杀大冢宰，意图造反，两人家眷皆难逃罪责，大冢宰有令将他们缉拿归案，可令公子杨坚带着独孤伽罗潜逃了。杨大将军，独孤伽罗是重犯，你若敢窝藏，便是犯了包庇大罪。我劝你还是把他交出来吧。宇文公子，此事一定有误会，况且我等并没有见过独孤伽罗，还请宇文公子回去禀报大冢宰，另寻他处。此等谋逆重犯，岂是你说不在就不在？给我搜！这是隋国公府，你凭什么说搜就搜？你们既不承认他在府里，我当然要搜。敢问宇文公子，此案是否经过秋官府审理？我们有确凿的证明，
既然没有邱官府的审理定罪，又何来重犯之说？废话少说，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要么交出独孤伽罗，要么以同谋罪论我查抄你杨府。我也告诉你宇文公子，我杨府绝对没有你要找的所谓要犯。好啊，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今天就算是掘地三尺，我也要把他们找出来给我搜。不好，我家也被宇文湖的人控制了。那现在怎么办？我们先离开。跟我来。哎，嗯，你看，过来过来，去去去，好，去吧。宇文公子，如果你执意要搜，可以。不过我有言在先，如果你今天搜不出你要找的人，你必须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公子，杨将军，那就不必麻烦你了，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给你那个帮助重犯潜逃的儿子杨坚收尸吧。告辞，我们走。父亲，这谋害大忠宰可是重罪，要株连九族的。大哥要真带伽罗潜逃，那岂不……父亲，现在怎么办？宇文辉突然离去，说明或许他们已经知道大郎的消息。三郎，父亲，你马上进宫找到你二哥，一定要带上侍卫，尽快找到你大哥他们，绝不能让他们落在宇文辉的手里。知道了，快去。是。伽罗，你先在此处休息，我去外面找一些食物。答应我，切不可擅自出去。还有一事你切记，宇文护私铸猎钱谋取暴利，而且借修筑庙宇贪赃枉法，他还私藏了一大笔建国资金，所以我想你们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彻查此事，我们只有查获证据才能扳倒宇文护一党。臭小子，今天你是插翅难逃了。说，独孤伽罗在哪儿？说出来，我便饶你不死。我们是分头走的，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哼，你敢骗我！高将军，杨将军，高伯父，魏国公情况如何？魏国公与他的家眷仍被关在天牢。这宇文护是要把魏国公、楚国公两家赶尽杀绝呀！父亲，啊，父亲，父亲，高伯父，找到你们大哥了吗？哎呀，我知道大哥去哪儿了。大哥经常带我到山上打猎，每次打猎后都会到一个溶洞休息，大哥说不定就躲在那个溶洞里。马上召集人手，立刻出发去溶洞。是。去那边找，找仔细一点。是，小生。是。Yeah.
说，独孤伽罗到底在哪儿？我不知道。给我打！留活口，一定要问出独孤伽罗的下落。你们抓不到他的。他若是想救他的家人，怎么可能轻易让你们抓到？废灵无言，废灵无视，打重点！废灵无言，废灵无动，废灵无视。你就是那个臭小子，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住手！你们要找的是我，放了他。你来这里干嘛？走啊！我跟你们走。尚未成亲，却这般情深意重啊！不关他的事，放了他。哦，这该如何是好啊？你既不想他死，那我就偏不听你的。你要让我放了他，我偏要杀了他。宇文慧，你敢动他，隋国公不会放过你的。我跟你走，你放了他。杀了他，也不妨碍你跟我走。不要！本公子捉拿要犯，挡我者杀！是。动我，我要是出了事，我父亲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没错，你要是出了事，你父亲不会放过我们。但是我儿子要是出了事，他的父亲也绝不会放过伤害他的人。宇文公子，看你是晚辈，今日我不跟你计较，若再有下次，我绝不轻饶。滚！大哥，大哥，大郎，你的伤怎么样？没事，只是皮外伤，立刻恢复，速速医治。伽罗，走吧。我不跟你们走了。今日多谢诸位帮了伽罗，伽罗谨记在心，他日必定相报。伽罗，你得跟我们回杨家，这样我才有办法保护你。伽罗，我知道你是怕连累我们杨家，可是现在凭你一己之力，你如何对付那宇文护啊？现在救人要紧，你只有先与我们一起回杨家，才能够共商对策。Thank you.
对不起。伽罗，令尊已经。不会的。不会的。我父亲不会死的。父亲，我是伽罗。父亲，为什么？你不是说等我来的吗？父亲，我还要睁眼找雪呢，为什么？父亲，你醒醒，你不要走，你不要丢下我，你不要丢下我，父亲。是袁护害死我父亲，我一定要去杀了他。伽罗，伽罗，伽罗，你冷静一点好不好？我要杀了袁护。你这样去只会白白送死，你杀不了他的。为什么？伽罗，你记住，你还有灵堂，你还有家人，你不可以出事。你要坚强撑下去啊！你要记住，我们还要给魏国公报仇，让那宇文护血债血偿。所以不管怎么样，你都要活下去，给我坚持住好不好？没事，是我大意了，幸亏你们来得及时，多亏了伽罗发现了宇文护的奸计，还请了鲁国公来帮忙。小心！伽罗，
江洛，江洛，那什么？我脚好像扭到了，没事，走。我扶你到那边坐一下。什么地方啊？不知道。现在天色也不早了，看来今天晚上我们是赶不回去了。这次让那个萧佐逃了，下次再抓他就难了。小罗，你想那么多也没有用。你安心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到前面去捡些柴火回来，咱们熬过了今晚之后，明天早上再找出路。对不起，伽罗，你为何托人这么说？宇文护联合萧佐设计埋伏，明显是对杨家也起了杀心。刚才杨叔父也受伤了，是我连累了你们。伽罗，你可千万不要这么想。宇文护那个狗贼，狼子野心，作恶多端，魏国公和楚国公是终身盟约。即便是没有你，我们杨家也不会放任不管的。况且，那个宇文护觊觎我们杨家两支精兵已久，迟早也会对我们下毒手的。你倒是挺会安慰人啊。我小的时候啊，跟着智仙师太住在般若寺，师太教会了我很多面对困境时的道理。那你从小便没有跟在父母身边吗？我出生后不久，师太说我命有一格，不宜养在俗间。我父亲母亲也是忍痛把我送离出去，不过既来之则安之。师太经常告诉我，苦修和自律可以让一个人不忘初心。我幼年时，母亲也常常带我去般若寺上香，为何从未见过你？我随师太住在别院里，师太后来经常带着我云游四海，施粥布药，专门帮助那些被战乱所苦、为生计所累的百姓。难怪了，所以你这么宽厚仁善，不同流俗。伽罗，你过奖了。对了，伽罗，你与鲁国公很熟识吗？今日多亏了他出手相助啊。我与鲁国公还有高炯是自小相识的玩伴，后来他们常征战沙场，就很少见面了。哎，伽罗，鱼烤好了。伽罗，你的衣裳干了。好了好了，不要磨磨蹭蹭了，明日还有很多事情，早些休息吧。
伽罗，我知道你这几日历经生死，要是换做常人的话，早就已经伤心欲绝了。可你还是那么要强，都没有机会让自己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场。我知道，我能为你做的并不多，但我会尽我所能让你依靠。佛教讲的是大爱，但我现在觉得，我的爱是心里住了一个人，满脑子全都是他，想全心全意地对他好，陪伴他面对一切苦痛磨难。只希望，只希望那个他能够相信我。出京城不远，怕是还有宇文护的耳目。快点！没事，我撑得住，赶路要紧。都跟上，快点！快走！杨公子已经跟了我们很久了。快点！跟累了就不会跟了。我知道你是怕拖累他，可你这样何苦呢？你本可以不受这份罪的。快，母亲，快点！来，没事吧？伯母，喝点水吧。有劳杨公子了。多谢。山儿，
亲，母亲，伽罗，记住娘亲的话，不要报仇。你要好好的活着，母亲，我求你不要丢下伽罗。伽罗，你的伤怎么样？你要告诉伽罗，我已经死了。他个性倔强，必定会去找宇文护报仇。这个仇，我会去报。不能让他冲动报仇，枉送性命，不然我们全家人都不会原谅他的。可是这样一来，伽罗一定会很伤心。若他执意要报仇呢？那我只能将他托付给你了。无论如何，你都要保护好他。大哥，你放心，就算我牺牲自己，也会护伽罗周全的。还有，给伽罗立碑，记住，独孤伽罗也已经死了。伯母，大嫂，你们放心，我会好好照顾伽罗，替你们报仇，重振独孤家。细作来报，齐军大部分兵马驻守在山脚大路末端，小部分精兵则埋伏于落雁山各处。前锋营绕山沿大路而去，牵制敌方大部军力。待我军主力穿越落雁山之时，便可两军会合，进攻洛阳，此为战胜齐军最快之计。高将军，末将在。前锋营任务颇重，准备好了吗？已准备就绪。好，出发。是。前锋营听令，出发。是。撤。
大仲在神奇妙算，我军短期之内便可砍援。细作的情报很准确，齐军想以5000兵力扰乱我军，简直就是以卵击石。命令大军加速前进，直取洛阳。遵命。 杨坚口口声声说，徐之信驻扎了50000大军在此，人呢？是我眼花了吗？哼，还是徐之信知道我军前来吓跑了？大仲在英明啊，一眼便识破，这是齐军的障眼法。大仲才，我们是否在此稍作歇息？也好，我军今日行路颇多，也需要养精蓄锐。 遭埋伏，被包围了！大军有危险，前锋应全力全速前进！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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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快撤退！前方营撤！大冲仔，这么下去恐怕是撑不住啊！有一队兵马在此抵挡，一部分主力随我撤到山脚。是。好个宇文护，想跑没那么容易。众将天令，将周军逼进山谷，我要来个瓮中捉鳖，活捉周国大冢宰。是。敌军果然有埋伏，正如你第一次上鬼崖所谈，只可惜。高大哥，眼下只能想办法应对，如何才能解大军之围？可是前锋营兵力有限，刚才中伏也损兵不少，你有什么办法？有一招以小博大之计。擒贼先擒王，刺杀徐之信。你要潜入齐军大营刺杀徐之信？不行，我绝不答应，太危险了。我一定不会拿自己和兄弟们的性命轻易冒险。况且我背后还有军师指点，这个人在我出发之前给了我一卷行军手札，虽说是纸上谈兵，但只要运用得当，也能事半功倍。这个人便是伽罗。天王驾到！参见天王！参见天王！免礼，王后不必起身，好好休息。谢天王。太医，参见天王。王后侍药多日，病情反复，为何不见好转？回天王，臣等翻遍历代医书，为王后配置了各种药方，只是至今尚未发现对症之药。王后染病之前刚大病初愈，长此下去，朕担心她的身体会撑不住。王后的身体确实是每况愈下，相比太子染病初期要严重了许多。天王，不要过来！天王万万不可，此病虽为接触传染，但为保圣体，还是小心为好。你们都先下去。是是是。你后悔吗？臣妾不后悔。你贵为王后，不必如此牺牲。臣妾不认为这是牺牲，这是为人妻、为人母应做之事。可我们并非普通的夫妻，朕也未曾善待过你。臣妾知道，天王曾经说过，臣妾即使大冢宰的外甥女，便不会是天王的人。但那又如何？臣妾想对谁好，想为谁付出，全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与他人无关。即便朕像从前那样对你吗？臣妾只求天王好，别无他求。天王急报！大军被困，高将军率前锋营刺杀齐国徐之信失败，至今下落不明。跟上！
此不堪一击的残兵败将，还敢刺杀本帅，把他们逼进迷踪林。是。是。那边，把他扶过去。快。杨坚，杨坚，你醒醒！杨坚，杨坚，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向伽罗交代？杨坚，杨坚，哎，你没死啊？啊？高大哥，你在做什么？我以为你死了呢。哎，你要干什么？幸好有他在，否则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跟伽罗交代了。杨坚，你还别说，你弟弟们给的这几样东西还都能救命。怎么样，能起来吗？啊，来，高大哥啊，我们这是在哪儿啊？我也不知道，刚才被齐军追上，一不留神就跑进了这树林里。哎，你刚刚受伤，还是再歇一会儿。我没事，扶我起来。好。大家原地休整。是是是是是。小心，都趴下！不要来了，都趴下了！大家点火，用火攻，他们怕火。这可怎么办呀？我们死定了，死定了！我不要想了，怎么办呢？兄弟们，我被齐军围剿，被徐志信追杀，这样都可以活下来，几只乌鸦算得了什么？狭路相逢勇者胜，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能坐以待毙，只要心中有信念就一定可以活下去。大家跟我一起找出路去。对对对，找出路，找出路，走走走。兄弟们，我们出来了，我们出来了，出来了，我们终于出来了。来者何人？
快点！救命啊！看一下，快点看一下！快了，快了，夫人！来了！救命啊，夫人！夫人，使劲啊，夫人！使劲啊，夫人！快了！用力呀，夫人！使劲儿！夫人使劲儿啊！夫人用力啊！来了！快点！使劲儿，夫人！西郎，大夫人就有难产之象，赶紧禀报郎主，早做定夺。定夺什么？万一生产不顺，是保大还是保小啊？夫人，用力呀！夫人，撤！哎，怎么样？怎么样了？滚婆说，夫人有难产之象，万一有什么不测。问保大还是保小？什么保大保小？当然是大小的保了。当然是保我大嫂了。问题是如今大哥生死未卜，万一孩子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可怎么办？到底怎么办呢？四公子，二位夫人，你们拿个主意啊！快点！不好了，大夫人晕过去了。什么？这，我去找父亲。哎，怎么办啊？哎呀，别了。撤！夏洛，大哥，夏洛呢？大嫂的难产啊！没事，不用担心，乔乐定会没事的。乔乐，我是大郎啊，我现在回来了，你要撑住，我救他门外，你一定要撑住，你一定不会有事的。乔洛，大公子回来了。夫人，大公子回来了。夫人，乔洛，你一定要撑住，一定要撑住。为了我，为了孩子，乔洛，你知道吗？我被昆明纵阴时，好几次都快死了，但是总有个声音告诉我，我不能死。因为我还有你，我还有孩子，我不能死。现在我回来了，我就在门外，你听懂我的声音没？乔洛，乔洛夫人，恭喜，母女平安。大公子是为千金。江洛，你怎么样了？我是大郎。你一生一世，我不会死。我以为我在做梦。
你没做梦，真的好痛。我知道佳璐，你辛苦了，你辛苦了，佳璐。他，佳璐，你放心，孩子平安，他真的很想你。孩子在哪儿？我想看看他，我想看看他。好，好。温婆，把孩子抱进来。哎。有伤在身，早点歇息吧。你看他多可爱啊，笑起来就像你一样。孩子这么小，能看出什么呀？我只愿他此生平平淡淡，不要像我。哎，也许我们这一生无法保证给他富足的生活，但我们能保证给予他全部的爱。我们爱他，悉心抚养他。这种爱会陪伴他一生一世。这次你能平安归来，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答应过你，一定会活着回来。我这不是做到了吗？你走了之后，我常常梦见你。终于明白了，到底何谓朝思暮想，望眼欲穿。若非怀着孩子，我真想去找你。佳璐，你知道吗？我们在迷踪林时丢失了思南，四处都寻不到方向，而且迷踪林里瘴气缭绕。可是每到生死关头的时候，你的声音便会在我耳边响起。你说大郎，我还在家等着你，快回来吧。到最后啊，只剩下我和高大哥，还有那十几个兄弟。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若再找不到出路，大家便只有死路一条。幸好，你给我的行军手札，我一直带在身上。你说，路有时无法看清，只有走，才能走到最后，总会绝处逢生的。我们便苦苦支撑下去。可是啊，迷踪林里全是不能吃的毒物，正当大伙精疲力竭之时，是你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佳璐，佳璐，真的是你？你可知道，我现在又饿。大郎，振作起来！弟兄们需要你，我和孩子在家中等着你。大郎，你看，树上有果子，摘下来便可以吃，吃饱了才有力气走出去。冰风雪，温暖。
是你让我在绝望之际看到了一线生机，让我找到了果子，得以果腹。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上苍的安排。就这样，我们又坚持了几日，直到有一日。是水。我记得你跟我说过，树桩的年轮可以辨别方向，南疏北密。于是，我们借此重新辨别方向，顺河而行，终于走出了迷踪林。我们可以出去了吗？是啊，兄弟们，快来，我们找到方向了！快快快，快来！来，顺着河往那边走。啊，来来。是你救了我的命，高大哥的命。是你的坚持，让你又回到我身边。你和孩子，是我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只求你们平平安安。来来来，来吧，李将军威猛啊！是啊，将军海量啊！干，严统领。不是我自夸呀，在大冢宰面前，我李文贵称第二，便无人敢称第一。那是那是，是啊。你说那个杨素，我呸！他算什么东西？你信不信？我随时能将他给收拾了。兄弟，我以后还得仰仗李将军，在大冢宰面前多多美言几句啊。好，我当你是兄弟。来来来来来。先让你们快活会儿，等下看你们怎么哭。一将营地包围，传我命令，杀入军营，活捉李文贵和其余人等。若有反抗，格杀勿论。是是。擒拿！你等还不束手就擒？全部带走！是是，走，先走，快！啊！叔叔，叔叔，叫你小英。啊！叔叔，啊！你，叔叔，叔叔，别打了，别打了，叔叔，快说！啊！让你怎样？停！杨谦、高炯，你们想找死吗？我乃朝廷命官，你们敢如此对我？你既然身为朝廷命官，那就应该明白，在长安附近私自屯兵，罪图谋反。说实话，你们究竟想干什么？不干什么。我与严统领是旧相识，得知他有时路过长安，便去一聚而已。你识相的，就快将我们放了，不然闹到大冢宰那里，我看你们有几个脑袋！
严统领，我知道你是被人胁迫的，若你肯从实招来，尚可将功补过，如若不然，只有死路一条。严统领，谋逆可是大罪，我如今是给你一条活路。不说是吧？大忠宰命令我带兵进长安潜伏，等候调遣。你胡说八道！你个混账！你个小人！父亲，看来北国各部落不和的传闻属实。此番派出的兵将人数甚少，干脆杀他们个片甲不留。北国人诡计多端，常常以少胜多，咱们还是谨慎为好。勾箭手，上！我真有诈，盾甲兵上！上！慢！都回来！父亲，他们都跑了，咱们为何不追啊？不可。北国的诱敌之计。父亲，我还是认为方才应该乘胜追击，说不定他们是在故弄玄虚啊。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我们既不知彼，没必要冒这个险。二郎，我告诫过你多少次，心急冲动是战场大忌。不知你们方才注意到没有，他们的骑兵和弓箭手虽然着装相近，但仔细看便会发现他们实属两个不同的部落。如此看来，大敌当前，他们选择放下成见一致对外了。报进来。禀告将军，你们探查到什么情况？我们跟踪北国的撤军，发现方圆20里内分布了多个营地，属于北国不同的部族，兵力约为20000人左右。果然，平时各部族斗得再凶，一旦有外敌出现，便团结一致。如此看来，我们倒是帮了北国可汗了。父亲，既然他们兵力不够集中，我们何不将其逐个击破？好，传令，率兵进攻距离最近的北国营地。二郎，你速速前去调度。是。儿臣切记，从此翻墙而入，穿过御花园，经过主南门，便可到崇义宫，皇后便在此处。记住了吗？记住了。明白。小心谨慎，务必成功，荣华富贵便指日可待了。您梳起来真好看，特别大气。你们是谁？你们要做什么？
参见陛下。参见陛下。快起来吧。陛下，到底怎么回事？这皇宫禁卫森严，竟然让皇后从眼皮底下被人劫走了。只怕是有人故意而为之。你们也知道，这禁军统领是谁的人。陛下的意思是，跟宇文护有关。除了他，谁有这么大的胆量？但是他为何出此下策？朕着实想不明白。倩雪，你且进来。当时到底是何情形？当时我正在为皇后梳头，是皇后先发觉有异样，我还未反应过来就被打晕了。待我醒来时，皇后已不见了。陛下，这是鸡毛。怎么会有鸡毛出现在崇义宫中？或许是那帮人身上留下的。皇上，且交给我和高大哥去查探，说不定会有线索。好，你们快去吧。是，陛下。哎，你看歇业了。是啊。走吧，去别家。召集大家前来商议，皇后被绑事关重大，此事万不能走漏风声，以免被奸人利用。此番麻烦吴大哥，便是知道你们对长安各处较为熟悉，更便于找人。我们在皇后寝宫发现些许鸡毛，但一时未能想明白其中的关联。等等，那日宇文护身边的李文贵带人来我处喝酒，这帮人行迹可疑，鬼鬼祟祟聚在一处商量事情。我听到他们提及了大冢宰、皇后，难道此事与他有关？我认为鸡毛是个很重要的线索，但若皇后没有被劫出城，那她会被藏在长安何处呢？应是一个隐蔽性很高的地方。对了，鸡鸭贩卖点，那个地方关着许多鸡鸭，臭气熏天，绝对不会有人想到皇后会被人绑去那里。好，长安城内的各处鸡鸭贩卖点都可去查探一番。莫再挣扎了，还是省着点力气，一会儿好好上路吧。让你莫再挣扎了，挣扎的越狠，死得越快。哥几个，哎，李将军，笑什么呢？我们再说呀，皇后也不过如此，到了这个地方，也得听我们的。是挺可惜的啊。哎，曾经的北国公主，现在的大周皇后，今日却落到如此下场，只能怪你做人太嚣张，得罪了大冢宰，你还有活路吗？呀，你说什么？你现在说什么都不重要。李将军，这毕竟是皇后，是否跟大冢宰禀告一声再杀？禀报与否，他都得死。难道大冢宰会放了他吗？要不杀他，到时候死的便是我们。事已至此，莫要犹豫了。杀了他，大冢宰便会赏我们高官厚禄。啊！啊！别怕！皇后，我是伽罗，我是伽罗，没事，没事了。皇后，
没事了，没事了，不要怕，不要怕，皇后。家奴告诉我，皇帝深夜找您入宫，我便知其中定有埋伏。他们人多，想把他尽快退出去。大郎，父亲，大郎，小心！父亲，伽罗，快走，你扶起来。我这一生几乎都是在战场上、马背上度过的，我曾弃位奔梁，后来又回到了魏国，跟随太祖打天下，征战无数，所获大小功勋无数。我以为我即便是死，也定会死在战场上，没成想最终却死于小人安算。大郎，大郎啊，你稳重，但是有时候缺少魄力，在这乱世之中，你要当机立断，建功立业。天降大任，你不能逃避，为天下苍生豪杰理应当仁不让。时机已到，大郎，你要记住，你要为生死而争。伽罗，父亲，伽罗，你一切都好，只是心思过重，父亲怕你活得太累，你为身边的家人活，亦为遗失的家人活，可就是不为你自己活。有些事你要顺应天命，人生苦短，你要放开自己，莫苛待此生。四郎，父亲，你善良懂事，可有时遇事一冲动，务必要改掉此毛病。我最放心不下的
便是你，长兄如父，长嫂如母。今后切切要听大哥大嫂的教诲。我杨忠本以为可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父亲，如今有苦登面，但是我也无悔此生。我军在此休整三日，令四位先锋分头去探听消息，而后再做打算。我不同意，此刻我大军气势正盛，要一鼓作气才行。杨成，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你刚愎自用，简直无药可救。兄弟们，今年的天灾总算过去了，接下来是不是要带着众部落好好弄点粮食啊？那是自然，你们各部落都有自己擅长种植的粮食，这样大家各种各的，到时候集中到一起，按人头分配，怎么样？可以啊，我看是可以，可以，来，干，各喝酒。我们捉了几个周国来的细作，就是他们，这几个人狡猾至极，还谎称是周国使臣前来报信，幸亏被我识破。穿得古里古怪的，我看看。哟，还是个女的。住手！混账东西，这是我的恩人，还不给我让开！恩人，参见可汗。恩人不必行此大礼。你怎么来了？此次前来是有要事相求。要事？恩人，里面说吧。这是皇后给您的信。殿爵武帝，今周国逆贼宇文护妄图篡夺江山，周国告急，急需武帝出手相助，特派独孤伽罗前往借兵，望闻家训。可汗，既然情况危急，我就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这个忙我帮不了。为何？即便你们周国的皇后是我的姐姐，即便独孤伽罗是我的救命恩人，但我身为北国可汗，我不能让我的将士们拿性命去冒险。我们好不容易度过了天灾，好不容易喘口气，
我们实在耗不起了。可汗认为，北国与此事真的毫无关系吗？你认为你真的能够置身事外吗？什么意思？宇文护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太祖统一北方的宏愿，那是太祖的宏愿，更是宇文护的野心。你想想，若他一旦掌权，他第一个要拿下的，定是尚未完全恢复的北国。启禀主帅，此二人便是宇文护派来的细作。好啊，终于找到你了，找得我们好苦，知道吗？不是，我们真的不是细作啊，主帅，高将军，我想这其中必定有什么误会，你们肯定是搞错了。搞错了？哼，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这便是你们多次通风报信的纸条。我们将其抄录后，任由信鸽带走了。你们有何证据说是我放出去的信鸽？你这分明就是诬陷。对，就是诬陷。就凭你们身上特殊的香气，你们在大帐外偷听，原本可以将你们就地擒拿。之所以没有那么做，是因为我们想看在军中还有多少细作。我们设局，故意放出假消息，之后守住近期信鸽的动向。在每只信鸽身上，我们都撒有一种特制的香料，这种香料十分的罕见。以你们的身份，若不是偷送情报的话，又怎么会有机会接触到这种香料呢？你们还有何辩解啊？饶命啊，主帅！饶命啊，主帅！我们也是被逼的，我们的家人都在宇文护手中，若是不听他的，他们就会杀了我们全家的。主帅，主帅，我们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呀，你就饶了我们这一次吧。饶了我们吧！今已认罪，拖下去给我斩了。是是。不要啊！不要，主帅！主帅，饶命啊！饶了我们！饶了我们！主帅！你们也知道担心父母妻儿啊，那你们又知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会让大周无数的百姓陷入灭顶之灾？我们在外的兄弟，可能这辈子都回不了大周。这人都是想自保的，谁还会想那么多呀？嘿，你还挺能说。你以为宇文护会一辈子护着你们吗？在他的眼中，死人才是最安全的。你们传递了这么多假消息给他，你猜他会怎么想？反正我们也被你们逮到了，也是个死，想那些有什么用啊？现在有个活命的机会给你们，要不要？要要要要要要！只要让我们活着，要我们做什么都行啊！是是，给我记住，继续给宇文护传递消息，但是内容由我们来定。我们现在兵分三路，一路由二郎与李潇率领，留在边境滋扰齐军，切勿开战，只需迷惑宇文护即可；一路由我率领，前往雍州，对外宣称我是转变路线，前往攻击齐国南部；而最后一路，则由高大哥和马兵率领，前往同州，对外宣称是前往攻击齐国北部，营造出一种我们欲三面夹击齐国的假象。我军在此休整三日，令四位先锋分头去探听消息，而后再做打算。我不同意。
此刻我大军气势正盛，要一鼓作气才行。杨成，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你刚愎自用，简直无药可救。哎哎，来来来，老酒倒上，兄弟们。今年的天灾总算过去了，接下来是不是要带着众部落好好弄点粮食啊？那是自然，你们各部落都有自己擅长种植的粮食，这样大家各种各的，到时候集中到一起，按人头分配，怎么样？可以啊，我看是可以，可以。来，干！各喝酒。我们捉了几个周国来的细作，就是他们，这几个人狡猾至极，还谎称是周国使臣前来报信，幸亏被我识破。穿的古里古怪的，我看看。哟，还是个女的。住手！混账东西，这是我的恩人，还不给我让开！恩人，参见可汗。恩人不必行此大礼。你怎么来了？此次前来是有要事相求。要事？恩人，里面说吧。哼，这是皇后给您的信。殿爵武帝，今周国逆贼宇文护妄图篡夺江山，周国告急，急需武帝出手相助，特派独孤伽罗前往借兵，望闻家训。可汗，既然情况危急，我就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这个忙我帮不了。为何？即便你们周国的皇后是我的姐姐，即便独孤伽罗是我的救命恩人，但我身为北国可汗，我不能让我的将士们拿性命去冒险。我们好不容易度过了天灾，好不容易喘口气，我们实在耗不起了。可汗认为北国与此事真的毫无关系吗？你认为你真的能够置身事外吗？什么意思？宇文护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太祖统一北方的宏愿，那是太祖的宏愿，更是宇文护的野心。你想想，若他一旦掌权，他第一个要拿下的，定是尚未完全恢复的北国。启禀主帅，此二人便是宇文护派来的细作。好啊，终于找到你了，找得我们好苦，知道吗？不是，我们真的不是细作啊，主帅，高将军，我想这其中必定有什么误会，你们肯定是搞错了。搞错了？哼，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这便是你们多次通风报信的纸条。我们将其抄录后，任由信鸽带走了。你们有何证据说是我放出去的信鸽？你这分明就是诬陷。对，就是诬陷。就凭你们身上特殊的香气，你们在大帐外偷听，原本可以将你们就地擒拿。之所以没有那么做，是因为我们想看在军中还有多少细作。我们设局，故意放出假消息，之后守住近期信鸽的动向。在每只信鸽身上，我们都撒有一种特制的香料，这种香料十分的罕见。以你们的身份，若不是偷送情报的话，又怎么会有机会接触到这种香料呢？你们还有何辩解啊？救命啊，主帅！救命啊，主帅！我们也是被逼的，我们的家人都在宇文护手中，若是不听他的，他们就会杀了我们全家的。主帅，主帅，我们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呀，你就饶了我们这一次吧。饶了我们吧！既已认罪，拖下去给我斩了。是是。不要啊！不要，主帅，主帅，饶命啊！饶了我们！饶了我们！主帅，你们也知道担心父母妻儿啊，那你们又知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会让大周无数的百姓陷入灭顶之灾？我们在外的兄弟可能这辈子都回不了大周。这人都是想自保的，谁还会想那么多呀？嘿，你还挺能说。你以为宇文护会一辈子护着你们吗？
在他的眼中，死人才是最安全的。你们传递了这么多假消息给他，你猜他会怎么想？反正我们也被你们逮到了，也是个死，想那些有什么用啊？现在有个活命的机会给你们，要不要？要！只要让我们活着，要我们做什么都行啊！是是，给我记住，继续给宇文护传递消息，但是内容由我们来定。我们现在兵分三路，一路由二郎与李潇率领，留在边境滋扰敌军，切勿开战，只需迷惑宇文护即可。一路由我率领，前往雍州，对外宣称我是转变路线，前往攻击齐国南部；而最后一路，则由高大哥和马兵率领，前往同州，对外宣称是前往攻击齐国北部，营造出一种我们欲三面夹击齐国的假象。大周仔，如何？前方来信说，杨坚他们已兵分三路进攻齐国。兵分三路？是，杨坚认为合兵于一处浪费兵力，故而兵分三路准备各个击破。没想到杨坚这小子还真有点头脑。行，就让他兵分三路，让他给我好好收拾收拾齐国。还有啊，大忠仔，下官府运往各州郡的秘密粮草皆已到位，如今可算是万事俱备，只欠大忠仔你一声令下了。好，那你便秘密传令下去，让各州军队速速前来，让他们在长安城三十里外给我待命。是，大忠仔。宝莲，你看我今日这身打扮如何呀？公主穿戴什么都好看，嘴真甜。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要我何用，要我何用啊！三郎，怎么了？谁惹到你了？还能有谁？那个宇文护，他要陷害我，他要陷我于不义，他要害死前线将士。到底发生何事？这事跟大冢宰有何关系？有何关系？我早就说过，我不想去掺和宇文护那趟浑水，是你非要让我去做那小厮吗？现在好了，发往前线的粮草全被宇文护运往别处去了。我早该看出来，他这是要活活饿死大哥的大军啊！混账无耻！你吼什么吼呀？你有什么证据说是大冢宰所为啊？这还需要什么证据吗？除了他之外，谁还有这么大权力这么做？那你就是没证据了。这只是你自己的猜想。我不跟你说了，我要去找大嫂。哎，你找大嫂做什么？商量对策啊，要出人命了。哎呀！大嫂！你竟敢推我，杨子！大嫂！大嫂！大嫂！三公子，您找大夫人有事啊？有事，急事，大事！您现在可不能进去，大夫人还病着呢，传染给你可不好。锦兰，人命关天，我哪还顾得了那么多？你快让我进去！哎呀，你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你会染病的！你快放开！人命关天，大哥他们有危险！大嫂，大嫂，你不能进去。大嫂，不好了，我发往前线的粮草全被宇文护调往各州去了。怎么会这样？还不是贪腐作祟，宇文护如此包庇他们，简直是置大哥他们的生死于不顾啊！大嫂，这都要怪我，未能及时发现。宇文护存心要把粮草发往各州，你急也没用。大嫂，那有没有补救的办法？现在暂时还想不到。你大哥出发之时带了不少粮草，到了边境，他们应该会想办法的。连大嫂都没办法，大哥他们真能弄到粮草吗？有那么容易吗？当然不容易了。阿叔，你跟我去宗祠为他们祈福吧。好，三哥，别着急，大哥二哥吉人自有天相。再说这次粮草的事儿也不怪你，要怪就怪那个宇文护太奸诈了。怎么办？怎么办呀？大
哥、二哥他们不会真出事了吧？都怪我，都怪我，都怪我！哎呀，你们，堂兄为何要这么做？大哥、二哥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各位列祖列宗在上，伽罗在此，祈求诸位保佑大郎、二郎还有高大哥顺利实施计划，平安归来。精兵在五位亲王和各大将军的带领下，已集结在长安城外30里处。等您一进大德殿，他们便兵发长安。这一日终于来了。你说的对，这一日终于来了。我等这一日已经等得太久了，大忠仔。这是你应得的，虽然晚了些，但终究是来了。你说的对，是我该得的。什么龙之脉，什么天之子，都不是老天爷说了算，而是在我，朕说了算。三个不成器的儿子吧！现宇文护占领雍州等十州，已对长安形成合围之势。徐卓一脉力量将前去华州和渝州，钳制住赵王和陈王，截获宇文护四倍的军粮。赵王与陈王之军队靠强抓壮丁而成，这些壮丁的家人已流落成难民，遂可用难民策反军队，再借难民的力量冲击各官府。阿史那殿爵将在凤凰峡阻击魏浩、刘栋和戚继义，拖延他们进入长安的时间。这三人所带领的军队是宇文护的叛军主力，他们无法到位，将使宇文护如猛虎无牙。你大哥与高将军控制住雍州和同州后，便会迅速返回长安，与宇文护正面对抗。来信了，来信了。大嫂，怎么样？不会出事了吧？都控制住了，宇文护的叛军都控制住了，已无法入城叛乱。陛下驾到！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好，好，我是陛下，你们见了我都要跪。既然陛下都不知道他自己是陛下了，
就别跪了，都起来吧。谢谢大主宰。陛下，陛下，你们怎么都起来了？怎么都起来了？陛下，这边。你们。即便陛下不记得自己是陛下，他依然是陛下。陛下没让我们起，我们便不能起，否则不就是对陛下的大不敬了吗？高司空，这段时日陛下的病情是越来越严重，根本无法处理政事，现在竟连自己是陛下都不知道了，你觉得他还能做皇帝吗？你什么意思？这段时日若是没有大冢宰费心劳力的处理政事，朝堂早就一片混乱了。我的意思就是，这皇帝之位该是能者居之。你到底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陛下该退位了。你大逆不道！我大逆不道？大逆不道的是害得百姓流离失所之人，如今到处是灾民难民，全因当今天子无所作为，连老天也看不下去了。那些百姓到底是为何成为灾民难民的，有些人心里最清楚，不要诬陷给陛下。张太傅说的有些人是指哪些人呢？我调查过，那些难民大都是来自大冢宰接管的州郡，他们之所以成为难民，并非是天灾，而是人祸，是那些贪官侵夺民田，大肆搜刮百姓，害得他们不得不离家成为难民。而那些贪官都是大冢宰的人，他们贪污的那些钱财也大都进了大冢宰的私库。你张太傅说的对，导致百姓流离失所的罪魁祸首便是大冢宰。你们别想着陛下病重就想把罪责都嫁祸给陛下。对，谁敢诬陷陛下，我第一个不答应。诬陷？想我宇文护劳心劳力，忠心耿耿辅佐三任皇帝，却受到这般指责，实在是令人心寒。高司空、尉迟将军、张太傅，你们可知这样诬陷朝廷重臣，该当何罪吗？是死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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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死罪！来人，把他们拖出去斩了！住手！大冢宰，朕根本没病，都是骗你的。朕若不是装疯卖傻，能活到今日吗？大冢宰啊，你一手提拔的三位效忠于你的大将军，魏浩、刘栋、戚继义，欲在凤凰峡会合，往我长安推进呢。幸而北国大都可汗阿史那殿爵将其阻击。大冢宰，今日朕就将魏浩的首级送与你。你杀了他，他不该杀吗？
你命安禄一直给朕下毒，朕不过将计就计，骗过了你这只老狐狸。看来我是低估了你。今日朕当场斩杀安禄，就是为了给你警醒。他有今日，罪魁祸首就是你。你在各州豢养军队，私运前线粮草，并为长安意图窃国。你的人都招了，宇文护，今日就是你的死期。给我拿下，将宇文护拿下。来人，将叛贼给朕拿下。人户，束手就擒吧！城外的军队已经被我们控制了，你无路可逃。尉迟将军，尉迟将军，走！来人，给我抓住宇文护！是回宫等吧，我这心里焦虑不安，我得去看一看。宇文护，宇文护，你别乱来，别过来！哎呦，再过来我就杀了他！你无路可走，不要垂死挣扎了。我想走，随时可以走，给我备两匹马，否则我就让他死在你面前。好，你先别激动，快去备马。是。朕知道你想要活命，你想要出宫，朕向你保证，只要你放了皇后，你想去哪儿都可以。你别想蒙我。如今你大势已去，你的命对朕来说已无足轻重。来，把刀给朕。别过来，再过来我就杀了他！你先别激动，马立刻就给你牵来。宇文护，你到底想要做什么？送我离开大周，到了安全的地方，我才能放了他。否则的话，刀剑无缘。皇后又如何？最后还不是落在我的手里？把他们都带走。是是，走。周先生，周先生，大事不好了，大忠贼被抓了，陛下说要斩立决呀。你说什么？周先生，你也赶紧走吧，说不定陛下马上就来抄家了。完了，来抄家，来抄家！等等我！这是报应，是干坏事，是吗？祸国殃民。
皇帝有旨。 于是大冢宰晋国公宇文护寡于学术，逆尽群小，结党营私，微服有己，放纵部下，残害忠良，毒杀皇帝，为天逆理，为谋一己私利，令大周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今又豢养军队，妄图篡位窃国，实乃十恶不赦，恶禽臭物，判 斩立决。坏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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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孤伽罗，你这是做什么？我来给大冢宰送断头饭。不过你放心，我不像你一样会在别人的饭菜里下毒。况且你人之将死，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大冢宰很有骨气嘛，也对，你吸尽贤臣与千千万万百姓的血，又怎么会稀罕这一碗断头饭呢？什么贤臣？你不会是指你父亲魏国公吧？你以为你父亲就没有野心吗？你以为他就是好人吗？事到如今，你竟还是无半分悔念。你残杀我父亲与楚国公等贤臣，如今死到临头，你还要诽谤他们？哦，他们该死！他们蛊惑君上，逼我还政。周公有七年归政之期，他们连七年也等不及吗？可你连七年也嫌久，短短三年。你毒杀了孝敏皇帝与明皇帝，没有，你是在污蔑我。我受太祖临终所托，辅佐皇帝，即为天子兄长，又任国家宰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能有什么奢望？可你奢望的便是那一人之尊。这些年你排除异己，纵容儿子为非作歹。指使部下贪赃枉法，致民不聊生。你还豢养军队，对当今皇帝下毒，欲置皇帝吃杀。幸而皇帝早有察觉，最终拿下你这谋逆之徒。除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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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死他！原来是你，独孤伽罗，我今日落得如此下场。也有你的一份儿吧，我真后悔当初没有把你斩草除根。可惜这世上没有后悔药，你杀我全家，就该想到会有今日的报应。这些年我负重前行，心头一直压着一块巨石，我做梦也想将你碎尸万段。宇文护，你给我记着，今日你落得如此下场，是有我的一份。独孤伽罗，
我要跟你同归于尽。袁护，事到如今，你还想拉谁跟你同归于尽？你说你为国忠义，这简直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我父亲戎马一生，为大周殚精竭虑，为护我大周百姓安宁而舍弃自己的小家，而你企图调走我父亲的兵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最终为达到自己窃国的狼子野心，不惜杀害了他，杀害了一个真正为国为民的忠臣。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而你才是这普天之下人人得而诛之的千古罪人。你给我记住了，你今日之下场也有我杨坚一份，你终将遗臭万年，是万世子孙的毒马。乱臣贼子，我要杀了你们！时辰到，行刑。启禀大总裁，公子着实福大命大，原本这一箭直中要害，但公子的心脏位置异于常人，才躲开了这致命一箭。父亲，孩儿不孝，孩儿眼睁睁看着你当众被独孤伽罗羞辱，却未能救你于水火，孩儿不孝。现如今杨坚将我宇文家族毁于一旦，父亲您苦心经营的千秋大业也因独孤伽罗而功亏一篑。不过父亲您不必担心，我们还有藏金，这笔藏金足够我们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孩儿即刻前往定州，找到藏金，卧薪尝胆，重建势力。父亲请放心，重振宇文家族指日可待，有朝一日父亲的血海深仇，孩儿一定要让杨坚和独孤伽罗血债血偿。顺时受兹明命，此番除祸国奸臣宇文护，诸卿各有功勋，故朕论功行赏，御持酒封相州总管高斌，封大司徒高九，封四平大将军。杨整继任左公伯中大夫，封中坚将军。当年魏国公独孤信谋逆一案今已查明，乃宇文护一手策划陷害，魏国公家族无罪，恢复其族人官位名声，追赠独孤信为赵国公。
上柱国太师独孤信长子独孤善，此番平乱有功，封四平将军，其山寨弟兄收编录用，钦此。谢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